不是喷亮光漆的，所以你们买伞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桐油的哈。那等一下我们园区通通可以参观的走廊哈，顺着走廊那边哈，有我们的手工艺品，有我们的陶艺品，我们的陶艺品很漂亮啊，都是我们的老师自己拉的胚哦，自己做的生活陶杯子啦，